也一同哦，贵宾，现场我们的与会贵宾，我们的执行长，我们的这些与会的贵宾们，大家一起来跟着女生走，对，好。记得从右边开始哦，右边先哦，右边先，然后在左边，我们前三排，右一左一，右二左二，右三左三，这样的顺序，好，这样子井然有序，非常非常的棒哦。好，有我们的李生典礼市长，还有第一批的新生以及家长，由我们的李门进入大城门，我们会请里长引领我们市长，还有第一批的新生以及家长们先走里门。学而后知礼，学而后行义，由里门进，义入出，这就表示要循礼道义，暗示为学须通五经，具有鼓励后进、自立自强的含义。也借由我们今天由我们的市长，还有我们第一批的新生以及家长们，从里门开始起始进入我们的大城门，我们准备要进入我们的启蒙大典朱砂启智的活动，再次掌声。